天到了就是要吃冰哦，台南的天气真的热死了。那台南很有名的就是芒果冰，那说到芒果冰啊，当然就是要来御景吃哦。有御景有一间我真的超级推荐的，今天带家来大家来试试看，我们 go。好，我们的芒果冰上来了，嘿嘿。我们是点最小的，我们之前点那个超大的，我们四个人吃不完，所以我如果说你们食量比较小的，我是建议你们两个人啊，三个人大概就可以吃这一盘的。啊，这间呢、啊、是我觉得御景里面，它是御景里面店面最多的，一间店哦，三间店面呢，搞笑哎。啊，这个啊，来这边吃的原因啊，很简单，就是它这边的店主。可以吃到爽，然后我们都来这边这样子吃，你看哦，我们都这样子，直接这样子一口这样夹，阿姨她的那个炼乳都直接给你放在桌上，随便你加，你看，哇，蛮有很爽，而且这样加不用怕的，你就是爽加就赚，你在外面加一点点炼乳都要加10块钱的，对不对？来这边油钱都也。真的，如果来御景啊，我个人比较推荐吃这间啊。OK。我们吃完了，太好了。这间冰啊，我真的超级推，真的超级推。我们有时候如果真的没有事情的时候啊，天气很热，我们真的会为了这一碗冰啊，从台南市区跑来这边吃。真的啊，它的冰，其实你说要跟别间他们这边的人其他冰比哈，其实冰的本身其实我觉得可能差不多啊，芒果都是御景的嘛，都是在地的。那它，我觉得它唯一让我会非常喜欢的好处就是，伊的迄个炼乳吧，底下坑底迄个豆阿丁，随便你加，哇，有够咸！你知道在市区随便加一点点了，两三圈的炼乳，安尼就要10块，对吧？而且他们现在那种八宝冰啊，如果加炼乳，它是没有算在那个什么，可以加5样6样，没有，你还是要另外加10块钱。所以这间啊，我是真的还蛮推荐的、啊，而且真的没有一间。冰店哦，可以一间店开3个店铺，而且都在同一条路上面，跟他笑哎呢。好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分享、按赞、订阅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忘记，才不会错过我们上片的第一时间哦。好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